我长期都来看南瓜，你们都掏我了，你们嘛掏嘛，别掏多了嘛，还是我留点噻。你在这儿干啥子哦？哎呦，哎呀，那像手边的车子干些啥子？垃圾一大堆，还用的没有？你只要肥不利用噻。那么还副眼镜，就不是啊。东西多得很，请你啊，使用垃圾用一些嘛。然后还有啥子用？还有用的？就拿来加上嘛，加辣椒啊，还是蛮合适的。看嘛，这凳子，哎，送你罐氧气。哟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吼喊我哈，当吉夫的。我咋敢吼喊你哦？你说的。我开货车的，车上要扔钢管很正常噻。哎呦，你是干啥子的垃圾？为啥收拾垃圾啊？从我这儿来没事。你这地方宽了吗？你后面我爸爸不给你收拾。不走。反正把垃圾全部我弄去倒了。好。你是喊你那个吉夫，你跟那听人来收拾。嘿，我是小舅子，那不帮了我干。车上都还扔啥以后，终于弄完了。这儿你不要的东西，我全部给你收进去。我还要清理一下，那些要得的要不得，你就抢我那一口哈。你那这不丢下去的不都是垃圾吗？我是为了撇脱才掉丢。我爸这样的我都不安逸我的很。菜扔他两个会给小孩子来火气。这儿都还有。你积金的东西我不出钱了吗？我干脆买要出钱了吗？你车子小，给这打扔干净的嘛，家人两个接近点嘛，给这个。我都想啊，你看用了水好造孽嘛。人家女婿家又没水的，明天肯定又喊你来弄水。人家丢了车回家了，今天我就去啊，在那刚刚一泼到南瓜给掏起回家来。你不还要装一车啊？一车嘛装不完吧？两百多。走嘛，走。这是你说的一片南瓜，你看我这一片南瓜要掏多少？你看这个南瓜大不大？还没老，刚切的炒炒的这都。你老南瓜？老南瓜早上老了就掏，没老了就不掏。你讲我是拉车都拉不完，你工作还种了鸡窝？你大破啊，鸡窝！大破爷爷哈！你这狗狗都有鸡窝南瓜吗？陈姐。啥子？这南瓜当掏进去给球了，有青丝粑粑，你看，你喝没有？你看嘛，这不南瓜啊，就是没老了嘛，你又按了。那个老都没老啊，贴得嫩的，老的当掏都掏走了。你就晓得了。哎呦，粑粑我看不出来。今天我喊你拉进我的目的就是看见南瓜在那掏嘛，没掏。中午去看那边去掏得了不？掏得了就掏进去走。从不考虑明天。妈的，我下去腾腾点钱。慢点好，慢点，我签了。二奶南瓜滚那坡子，可你我等了掉一下也不掉就下去掉一个人，你那坡子你还吵得到啊？要我说南瓜去等了，签掉还保险的，没人讨你的。哎呀，二奶家不慌得很。有的人喜欢吃老南瓜，就比如我；有的人喜欢吃嫩的，这种色吃不掉，所以要再收拾。来，来是我。哎呀，跑不上了。慢点，有贼。南瓜走走噻，这点没有没得，这些果都没得，这里这好多国家，疼都在扯，敢说？我长期都来看南瓜，你们都掏我了，你们嘛掏嘛，别掏多了嘛，还是我留点噻。你老人家那一回煮个汤，正好。好、你在气得我好，你们说哪一车南瓜，一个南瓜。老子等于坡面干了，有些没老，有你这掏就去了。你说火不火啊人？走噻，走了。只有晚风。